讲在地人在地情，台南七股的海产节今年由这个七宝宴的拍头阵，今年的岛声嘛增加到120多，加上乌涵的体验社区的小旅行，以及呢特产等等的展示活动，希望讲游客使认捌七股的特产加景点，同时当带动在地这个观光发展。每一年，城真侪民众来七股参加海产节。今年会伫咧29号上场。头一天上场的就是著名的七宝宴，即摆有120桌，会伫咧7月10日开放报名。我们是借着七股海鲜节，来让更多的好朋友知道七股海鲜酱娘后。过去拢是由欧海卖活动来拍头阵，不过今年刚好碰到水利水工程，所以将时间迁到9月和10月，会伫咧9月7日开放线上的报名。参加的人高达3500人以上，所以说我们希望更多的好朋友来体验七股的美，来亲子一起游亲。这摆卖举办社区的小旅行和龙鱼特产的活动，透过民众来七股吃海产，进一步来这个家行行绕绕的，嘛顺续带动台南观光的经济发展。嗨，我是庄宇杰。想要看到更多的新闻内容吗？赶快订阅华视新闻的 YouTube 频道，并且开启小铃铛，跟着宇杰一起看新闻吧。